家业吼，咱爱做。那时候没有，无迄个全心全意吼，安尼拢投入自己的职业啦。我到尾啊，遮个囡仔拢大汉啊吼，啊都结婚了，啊怎呢？我会当较有时间来做安尼啦。我一直感觉讲上人伫咧说法吼，静思成语啊。啊，甲这个《华华经》这个经文吼，啊咧讲我拢安尼听无啥，知影迄个深深的意义啦吼。啊，我去医疗志工去医院去做吼，啊，我一直看一直看，然后啊去看到迄、真正安尼生病八大苦中生病最苦，原来上人咧讲的迄落吼。发的意义就是安尼哦，啊我伫遐才体悟，才体会出来，迄个患者安尼遐尼辛苦吼，啊真正看到足唔甘的。啊，家己当，家己担当，真奇怪。这师姐教讲安尼，出安出对心脏，甲真好，真好。医疗志工感受吼足深的啦，啊，我一直感觉讲我会当去做志工，啊，我哪会这幸福？啊，我身体这艰苦一丝仔尔，无算啥，一直拢安尼想啦。